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各位好，在下书生孔祥驰，寒窗苦练半年有余，时间虽短，收获良多，遂来进亲赶考。哎，没错，欢迎各位来到耀客传媒 KK 孔祥驰进亲赶考直播间。感兴趣的铁志们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，也可以右下角留下爱心。今天的直播间将会为大家独家揭秘 KK 孔祥驰进亲赶考的必带物品。唱跳人唱跳魂，唱跳人都是不会累的人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那跳舞累了怎么办呢？叮，泡脚鞋，放松力气，简单易携带，推荐给大家。还有一样是家庭必备物品榜 Top 1，缝衣缝袜缝嘴巴，总之必备。都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这个就是我备考以来细写整理的宝典，希望在节目当中能用上。以上就是孔生进亲赶考的必备物品，感谢各位青春制作人的点赞，孔生定全力以赴，不负众望。现在是晚上7点，该吃饭了吧？我想送给和我一样正在减肥的人一句话：吃饱喝足才有力气减肥。我是你们的萌姐张萌，萌萌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戴璐丸。我是戴戴戴景耀。我是黄小磊。我是孙佳宇。我是张悦。我是赵子琪。那知道我们耀客的四个小伙伴：罗一舟、孔祥驰、蒋志豪、陈建宇，要去参加《青春有你三》了。在这里，我要给他们加油，不害怕困难，勇往直前。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预祝他们取得好成绩。希望弟弟们可以赛出好的成绩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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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芷溪。听说我们的 KK 孔祥驰要参加《青春有你三》了，这段时间也一直听说你在辛苦的训练，所以姐姐在这里呢，衷心的希望你不要紧张，发挥出自己真正的实力，然后取得好的成绩。爱奇艺。爱奇艺，ชื่อแปลก ซีรีส์ ปัง วาไรตี้ ดัง ได้ ใจ